这里可以。嗯，这里。啊，这个行。把辣椒拿出来，辣椒。对，干净的可以拿过来。对，辣椒放过来。要不然有锈吃了容易堵病，知道吗？嗯。来，尝一尝，学习吗？还有一个视频。好，师傅留言。豆瓣呢？豆瓣呢？郫县豆瓣呢？没豆瓣呢？酱油呢？我还以为有提前豆瓣，有的话没有了就买一瓶瓶喝，太大了。肉有点大。你看这些肉，我白天那个叫一起拌的，这个对，没错。你看你的肉，大哥，你是宰的什么肉啊？嗯，把那个水接点来，接一碗。满满的一锅，待会儿熟了之后倒出来。火太慢，太小了。不然的话你没法打开的，知道吧？先这样才可以打开，是不是？这样子一会儿就把气卸掉了。你看气就放了，要不然的话气压也要等半个小时才打得开。看，可以了。糖掺多了点，开始。
香了，太香了。哦，现在加调料，把这个煮进去了，一起煮，煮完，煮完，一起吃，一起焖。嗯，这个应该去鲜了，这个应该。满满的一锅。这下我们只有油。先放一下。好，我倒一些盐，那倒，然后给它倒一些。这是我们四川菜啊。你看这个骨头就露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这样就熟得快。对。哇，先尝一下盐够不够再加，知道吧？你看嘛，这个火。火太慢了。对，这个火没快没气了，快没气了，下午要送气了。啊。烂烂的，舒服是不是？这就吃到就很爽了。有肉有菜，哎，你放红辣椒了？什么红辣椒啊？干辣椒。我放了青辣椒了。这个不辣，看看。